为什么到现在为止，很多的司机朋友还不知道我们一般的家用车带有这种一键启动功能车子的一个正确启动方法？很多的司机朋友都做错了，可能他们在网上会看到一些伪理论，也就是说上车之后先不要踩刹车，也就是先通电来个自检，让全车有一个自检过程，然后再来踩刹车来个启动。其实啊，这个就是一个多余的一个做法，完全没必要。所谓的一键启动，大家从这个字面意思就可以理解一下，就是一键启动。可能他们的一个担心，也就是说没有自检就会伤车伤车机啊、这个电脑，其实际是不是这样呢？来，我们现在就反镜头现场的给大家做一个试验，看看这个一键启动的一个正确做法是不是你们想象中的那么复杂。来，大家看一下，这也是一台带有这个一键启动功能的车子。很多的司机朋友都去纠结这个一键启动啊，这个上面的这些字母表示的意思是什么啊，比如说这个 STOP 什么鬼啊，这也就是我最想吐槽的一个地方了。为什么咱们在国内销售的这些车子啊，这些按键全部用英文字母来表示呢？却导致很多的朋友啊，车都开了好几年了，可能就不知道这些按键的表示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我提议咱们在国内销售的车子啊，这些按键用英文字母来表示的这些，把它全部改成用中文，同意的点赞，不同意的咱们评论区见。好，我们现在言归正传，很多朋友对这个一键启动，可能他们的一个做法就是说先不要踩刹车，先让这个车子先通电啊，有一个自检的一个过程啊，看到没有，这个自检过程所有故障能量然后它慢慢的消失，也就是一个自检的一个过程。难道照你们这样分析的话，我直接踩住刹车来启动它就没有自检的一个过程了吗？来，我们现在就熄火现场操作给大家看，我们现在就直接踩住刹车来个一键启动。大家注意观察我们仪表盘这些故障的哪一个变化啊。好，我们现在就直接踩住刹车来个启动，看到没有，所有故障灯亮起啊，它会慢慢的，看到没有，所有故障灯都慢慢的就会消失了，这个就是手刹灯啊，这也就是有一个完成的一个自检过程，也就是说一键启动它也是有一个自检过程的啊。很多的朋友对这个自检的一个过程他都理解错误了，总以为在启动的时候才有自检过程，那你就错了。我们这个车子不管是启动之后还是在我们开车的过程当中，它都是不断的一个自检过程啊，循环的一个自检过程，只要某一个故障灯亮起了，就证明你这个车有故障了，它也就是自检过程检测出来的，对不对？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车一键启动就是一键启动，没有必要来个两键或者是三键来启动。但是可能有朋友就在这里抬杠了啊，为什么厂家要把这个一键启动设置为两键或者是三键呢？你比如说此时我们已经熄火了啊，熄火之后我们按一下，那么此时这个啊这个多媒体是不是通电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等一个姑娘上车呀，或者是说啊给我们手机充充电呀，为了我们方便而设计的，而并不是说为了你在启动的时候让你三键或者是两键来启动的，一键启动就是一键启动，这样用法的话既方便又快捷又实用。